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许继龙老师。今天上课内容呢，主要聚焦在资料仓储与网络科技。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来分享一个资料探勘的经典案例。对于零售商来说呢，知道顾客是否怀孕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怀孕会让夫妻的购物行为产生改变，夫妻可能会开始逛婴儿有婴幼儿的产品哈。 那美国一家零售商呢，Target，行销部门呢决定求助于分析部门，希望能从顾客的采购行为模式呢了解女性怀孕的蛛丝马迹。那分析部门先找哪一些曾经写过新生儿礼品期望清单的妈妈名单，再看他们的购物记录，结果发现呢，这些妇女大约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呢会买很多没有香味的如意，再过几个月会买一些营养补充品。 最后，分析部门，呃，提出了二十多种可作为怀孕指标的产品，只要顾客使用信用卡买了这些产品，就能够计算出怀孕预测分数。了解这些相关性后呢，甚至还能够准确的预测小孩子的出生日期。话说，有一个怒气冲冲的中年男子走进一家店，手拿着 Target 的电邮购物优惠券，他命令经理马上出来，并喊着：“你们居然！” 寄这种东西给我的女儿，她还在读高中呢。你们竟然寄婴儿相关用品的优惠券，是要鼓励她未婚怀孕吗？然而几天后，她打电话来向经理道歉了。电话的另一头客客气气的，他说：“我跟女儿谈了一下，结果发现原来家里有一些事情瞒着我。她的预产期是八月，请接受我的道歉。”原来啊。 大数据分析该少女的购物记录中有某种组合，比方说买的叶酸啦、啊、锌啦、啊、镁啦、啊、营养片，以及呢一些特殊款的润肤膏，便推断说她有很高的几率怀孕了。而且呢还给我预测预产期啊是什么时候，因此呢 Target 的资讯系统呢便 email 一些相关的孕妇用品给她。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资料探勘的一个经典案例哈。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网际网络。早期的网际网络呢，主要是在国防、军事以及学术研究用途。当年的时代背景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为了提升军队的科技呢，因此成立 ARPA，就是所谓的高等研究计划署。1962年呢，美国空军策划了一个通讯网络，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就是 ARPANET。 能够在核弹攻击美国本土的时候呢，能让通讯网络不断线。同时间呢，麻省理工学院里奥纳德克兰罗克在博士论文中提出分封交换理论。一九七零年，电脑工程师唐纳瓦兹戴维斯架设了一个分封交换网络，名称为马克一号。后来呢，阿帕奈将马克一号纳入网络内，网际网络呢又迈向了关键的一步。 什么是分封交换网路呢？分封交换呢，是利用电脑储存及向前传的功能，将资讯分成若干段，经各种不同的路径及不同的时间传送到接收端，再行组合恢复原来的整个资讯。一九九一年，英国电脑公司提姆·伯纳里爵士和比利时同事罗作特·卡里奥开发出超文件交换，顾客端与伺服器端资讯。 这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全球资讯网 （World Wide Web）。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正式启用了。那事实上呢，在九零年代之前，有许多重要的这个应用呢被开发出来。啊，像是1971年呢、啊，就是电子邮件被开发出来；1972年有 Telnet。那多方会谈是在1973年，FTP 呢是在1973年，也是一九七三年哈。那 Internet 这个名词呢，基本上是在1982年被提出来的。 但是呢，Internet 骨干呢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啊 （NSF） 所维持的。那商业资讯和交交易啊，事实上明确是被禁止的。到了一九九三年，美国克林顿总统宣布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行动纲领，网际网络才逐渐开放于商业上的用途。而像知名的网站啊，比方说一九九五年的雅虎，然后一九九八年哈、啊，呃，有 Google。 啊，事实上我刚刚少提了一个哈，像一九九五年还有一个阿玛总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事实上都是在一九九四年网际网络商业化之后呢才相继问世。OK，那以上简单的说明了啊，就是网际网络的一个历史。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本讲次学习策略。 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是资料仓储与网络科技。那资料仓储呢，我们会介绍到资料仓储的种类、资料仓储的啊、呃、资料储存，还有多媒多维度的资料库、资料探勘、线上分析处理系统。那另外一个主题是网络科技，包含了我们会简单介绍网络发展史、网络分类，还有通讯协定。 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资料仓储，哈，就是 d l t a warehousing，哈，那资料仓储呢，它是一种存取方便的整合性资料储存体，啊，具有这个主题导向性、整合性、随时间变动性以及非变动性四种特性。其主要的目的呢，在于整合企业内外部资讯，以资源商业管理决策。主题导向呢，是指资料仓储可以将特定 主题的资讯予以集中，用于回答这个组织特定的问题。那整合性呢，指的是存放在资料仓储的资料呢，是来自于不同的资料库。那随时间变动性呢，是说明资料仓储是以特定区间储存历史资料。啊、呃，以供预测以及趋势趋势分析。好，那非变动性呢，指的是资料储储存资料呢，仓储之后呢，就不会再变动了。好。 那资料仓储提供完整的资料分析与决策资源功能，并支援企业经营规划、分析、设计作业，以拟定正确的行动方案。此外呢，它还可以整合组织各部门资料，减少作业的成本。资料仓储的特点呢，它包含了底下几点哈。第一点呢，是决策资源系统的核心。好，第二点呢，是不受资料及机器的限制。 第三点呢是主题导向、整合性、时间相关、保持最新及多人共同使用。第四点呢是平日交易档案与资料库为其资料来源。最后一点呢是多重资料维度特性。资料仓储的种类包含了四种，分别是企业资料仓储、虚拟资料仓储、资料商场以及混合式仓储。好，那第一种企业资料仓储是什么呢？它是发展一个分离的资料库。 并且针对使用者的需求来设计和调整。虚拟资料仓储呢，则是不另建资料库，让使用者在终端机上直接取用日常作业的资料库及档案。那资料商场呢，它的涵盖范围呢比资料仓储小，仅存放部分的企业资料。最后一种混合式仓储呢，它是使用虚拟的资料仓储方式来呈现资料商场。 那资料仓储的资料储存呢？大部分呢，资料仓储是只用星状结构来表示它的多维度资料模型。那什么是星状结构呢？它是由一个事实资料表和多个维度资料表所组合。那事实资料表呢，主要是在储存使用者感兴趣的测量属性。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各个维度资料表的组件。好，那维度资料表呢，则是在记录。 各个资料表中的所有的属性，并提供使用者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与分析的资料。我们以一个例子来看哈，以销售的资料仓储星状结构来看这个例子。那事实资料表呢，它是销售事实资料表，包含了像时间、项目、城市与顾客四个组件。纬度资料表呢，有时间、项目、城市和顾客四个纬度资料表。那每个资料表呢，有组件。 以及相关的测量属性资料，啊，例如像是顾客的纬度资料表，那包含了顾客的组件以及姓名、地址、电话三个啊测量属性。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刚刚有讲到所谓的多维度的资料库哈，那资料仓储所储存的分析资料呢，就是以一个多维矩阵的方式来储存，那并且具有动态多维度分析哈、复杂计算能力以及时间导向。我们来看这个图啊。 它是一个三 D 资料立体图，哈，那包含的像是纬度资料表有项目、时间以及城市，而事实资料表呢就是销售金额。在资料仓储建立完毕之后呢，那资料探勘才能够有效的进行了。那什么是资料探勘呢？资料探勘我们讲 data mining，或称为资料挖掘，或者是叫资料萃取，它是一种从大量资料中。 萃取、呈现、隐含、可行动及有用的资讯技术，资料探勘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在发掘隐藏在大量之中的关系，大量资料的关系是一种发掘资料间的关联以及样式，哈，就是 pattern 的一个过程。那资料探勘的技术基本上有两种，哈，一种是验证导向的，那另外一种呢是发向发现导向的，哈。那什么是验证导向的呢？它是 采用传统的 SQL 应用程式进行查询，或者是线上分析处理，好，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 OLAP。那另外一种发现导向的呢，它是用统计、人工智慧的相关软体技术，例如像是呃决策归纳、决策数、呃、的归纳啦，或者是类神经网络来进行预测啦，或者是使用资料图示化啦、聚集啦、最佳化啦、关联啦、分析啦、区隔啦、呃序列啦。 整合啦、啊，进行的资料描述，或者是使用时间序列呢的预测，或者是个案推理法，啊、呃，基因演算法，呃，逻辑回归进行资料探勘，事实上方法是蛮多的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哈，以发向导向的资料探勘技术为例，关联规则资料探勘可以来发现同一个交易时点，某一类的产品与另外一类的产品会一起被购买。 那基本上，我们之前有提过一个例子，就是尿布和啤酒的案例嘛。我在这再说明一次哈，它是零售业啊运用巨量资料的一个经典案例哈、哦。美国零售龙头沃曼资讯工程师啊，在分析这个结账数据的时候，发现每到礼拜五晚上，尿布和啤酒的销售量有正向的关联性，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哈、哦。后来透过调查才知道，原来美国周五晚上，爸爸会帮妈妈到超市去。 呃，买尿布，顺便就为了这个周末的球赛而购买啤酒。后来这个 Walmart 呢，他就采用合购的策略，呃，固定在每个礼拜五啊，啤酒和尿布呢，它就摆在同一个价位上，意外的让这两项产品的销售量提升百分之三十。那除了这个案例之外呢，基本上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经验，像是我们在 Amazon 或者是 b o o 来书取，我们在买书的时候，也曾经有看过说，你买了这本书，然后我也推荐你买几本书，基本上这就是关联规则。 资料探勘的一个啊、呃、应用哈，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另外一个呃例子，呃就是 OLAP 的哈线上分析处理系统好，那什么是 OLAP 呢？它是以电脑系统为基础的技术，使用商业资料的多维度及会总资讯进行复杂的分析，以提供管理者及时快速的策略性决策资讯。 OLP 的特性包含了什么呢？它主要的目的啊，在汇总及分析组织内外资讯，以提供管理者及时的策略决策资讯参考。那它也需要大量的组织内外部的这个历史资料来做趋势分析。那因为资料格式以及内容已经事先定义及计算完成，那所以呢，使用者在做资讯查询的时候速度非常快。还有呢，它需要呃对多维度资料进行复杂的分析哈。 那典型的 OLAP 的这个多维度的分析处理呢，包含了几种方式，我们来提一下哈。第一种呢就是上转，然后呢还有下拉、切片以及切丁，还有旋转啊，四基本上就是这四种分析方式哈。那油门是产品及时间三个维度所组成的资料立方体啊，我们用这个来当做是一个例子来说明 OLAP 的工具所提供的这个多维度的分析功能。 那第一个呢，就是上转哈，呃，我们可以看这个三 D 立方体哈，它是什么意思呢？相信就是说，门市地区向上做汇总运算啊，像门市所在的呃城市，然后地区、国家，基本上它的范围是由小到大的哈。那例如北部的地区呢，呃，这个门市呢，像台北就两千年的时候，它销售额是九十万。 那中部地区呢，就是台中跟南投，呃，在两千年的销售额呢是七十万加八十万，就是一百五十万。好，这就是一个上转的一个一个操作的方法。好，那下拉呢，它是与上转是相反的。若以时间为阶层关系的话呢，则是年、季、周、日。好，也就是由比较长的时间变成比较短的时间。好，那若以地区为阶层关系的话，就是跟刚刚我们讲的是相反的。 好，它是国家、地区、门市所在地。好，那第三种呢？呃，切片与切丁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切片是针对某一个纬度做运算，例如以时间为纬度做切片运算，可得知各个年份每项产品分别在三个城市的销售额。哦，就是时间、产品、门市所在城市销售额。 那切丁则是以相同的维度，但是范围比较小来做运算，比方说某一个特定时间、某一个特定产品、某一个啊、呃、特定的区域的销售。最后一个呢是啊、呃、旋转，它是针对不同的呃象限做旋转动作，以提供使用者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好我们的资料。好，例如时间、产品、销售额，我们可以把它转成这个产品、时间跟销售额。好。 OK，那针对这个资料仓储呢，我们就啊、呃、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网络科技的啊、呃、基本概念。那我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喔、这个网络的发展史哈、喔。我们很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哈、喔。网络科技基本上它的发展呃是伴随着电脑的引进而来的哈、喔。以时间走来看，是在一九年代开始哈、喔。那时候电脑时代已经开始了，然后网络科技呢就是历经了集中式、批次处理、分时处理。 啊，资料分享以及分散计算等不同的计算时代，大致上就是这些了。好，那网络分类的方式呢？啊，我们来说明一下网络分类的方式，大致上可分为呃区域网络，好，还有都会网络，还有广域网络三种。好，那区域网络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这个短距离的网网络系统，哈，通常是局限于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个校园内。 透过网络连线呢，让电脑间的资料可以分散处理及存取，达到呃资源共享的目的啊。那区域网络的特性呢，包含了可以连接不同种类的这个电脑或者是周边的设备，传输的介质也可以是双绞线呐、啊，呃或者是同轴电缆呐、啊，或者是光纤。好，那它的技术呃技术的一个应用就含像是办公室自动化，呃群组暖体，或者是主动架构，或者是分散库呃的资料库这样子。好。 那关于网络的网络连接哦，事实上我们就提到所谓的网络托普了哈。那最常见的网络托普就是有呃像星状的啦，呃环状的啦，呃汇流状的啦。在办公室办呃办公室或者是我们呃学校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哈，呃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汇流汇流式的汇流状的一个托普哈，它是各个电脑透过网络卡直接连接在一条共用的线路上。 它没有中央的交换中心，也没有中继器，哈，采用的是一个对方分权、地方分权式的一个管理。优点是什么呢？它是环状的，哈，一个环状网络，而且不依赖任何的中央电脑来控制。即使在网络有任何电脑故障啊，也不会影响到这个网络的运作，哈，实际上可靠度是很高的，哈，也很容易扩充。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容量要大，否则会影响到整体效益，而且安全，它的安全性也没有很高，哈。 那另外两种的网络分类呢，就是都会网络跟区域网络哈。那都会网络是什么呢？它涵盖了整个都市的通讯网络啊，例如像是有线电视网，啊，它就是一个都会网络的一个应用例子哈。那广域网络呢，它涵盖了整个国家及世界各地长距离通讯范围的网络。那它的通讯媒体可以是呃通讯媒介哈，这个 media 可以是专线啦、啊，呃数据交换线呐、啊，或者是无线微波哈。Internet。 国际电话线、电子交换或者是我们手机上网，基本上都是广域网络的一个技术。好，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呃来谈一下这一个呃通讯协定好了哈。什么是通讯协定？就是那个 protocol 哈、哦。通讯协定哈，它是啊、呃、定义哈，它的定义呢是通讯系统规则，用以控制通讯传输中传输讯息的格式。 与实系结构，使资料能在各个设备之间呢顺利的呃传输。好，那通讯协定的功能呢，包含了像是辨别通讯网络中每个啊设、呃、备，确定其他的通讯设备可以同步处理，确保资料正确啊、呃、接收与发生错误的时候呢，可以来执行修护工作。好，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好了，好。 我常在呃学校上跟学生分享什么是通讯协定。好，那它就是很多不同的电脑设备你要能够去连接嘛，啊，能够去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呢，有用同样的一个格格式规格。好，因为不同的电脑可能它有不同的呃机器结构，它有不同的作业系统、不同的应用软体等等之类的。那你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通讯协定。 就好像我们在呃联合国开会好了，那联合国开会里面有不同的国家的呃成员，可能有英国人，有这个日本人，有苏联的人，有韩国的人，有中国人，有台湾人，啊或者印度人、非洲人，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那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嘛，才能够互通有无嘛。那那一个共同语言呢，就是英文。好，那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网络的世界里面呢，那一定要不同的设备。 不同的啊、呃，我们刚刚讲的电脑，那电脑上面有不同的作业系统、应用软体，你要互通有，一定要有这个通讯协定才可以。好，好，那我们来谈一下哈，呃，这个通讯协定哈，在国际标准组织啊，ISO，ISO 哈，就是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哈，定定的开放式系统连接参考模式，基本上有七层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七层是哪七层呢？ 第一层呢是实体层，好，那它的功能呢是电器与机器特性的规定，将资料位元呢送到通道上，啊，像是 S 二三二啦、S 这个四四九啦、S 二一，好，那第二层呢叫做链结层，好，那它的功能呢是将资料切成 frame，好，那它还有做像是。 流量控制、错误侦测控制，好像我们所知道的 CSMA/CD，好，这个是它的协定的代表。第三层呢是网路层，好，它是建立两台电脑的连接，设定资料传递的路径，好像 IP 或 IPX。好，第四层呢是传输层，好，那它的功能呢是提供资料传输。 可靠的路径，执行,行、监控、传输进行。那典型的代表协定呢，就是 TCP/IP 咯。第五层呢，叫做会谈层、哦。它是不同机器建立会谈，管理用户资料交换与同步控制。第六层呢，叫做展示层、哦。像是资料格式的内码转换、加密以及压缩。啊、哦，这时候是它的功能。哦 那第七层，也就是最后一层，就是应用层。那它提供使用者相关的操作，啊，虚拟终端机、电子邮件，那代表的协定呢，像 FTP、SMTP、Telnet，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应用层的一个呃通讯协定的一个代表哈、啊。OK，好，那我们特别说明的是哈、啊，这个 Internet。 啊，它是这个采用 TCP/IP 的通信协定。哈，那 TCP/IP 的架构呢？它把这个 ISO 的七层了哈，我们刚刚讲七层，它把它分成四个层。哈，就是压缩变四层。哈，那分别是网络界面、传输控制协定。哈，就是 TCP layer，还有网际网络通协定。哈，就是 IP layer 以及应用层。 那 TCP 层呢？实际上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哈，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做资料封包的分割、重组、流量控制，负责做排序及重送的工作，以确保资料呢能够正确的传送到对方的这个系系统那 IP 层呢？它是定义资料及位置的格式、封包的传递以及路径的选择。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呃回答一个问题哈、哦，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事实上还蛮简单的哈、哦，就是来说明一下哈、哦，这个我们刚刚有谈到的这个网络啊，它的这个通讯的基本的这个啊、哦、组成元件有哪一些呢？那我大致上就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哈、哦，这个网络通讯协定呐、啊，那它主要呢是分成五大基本元件。 哦，是由这五个元件所组成的。那是哪五个元件呢？分别是电脑、终端机、通讯网络、通讯处理机以及通讯软体。那透过这个五大元件的协调以及通讯呢，电子讯号，电子的这个通讯信号呢，才能够传递。好，我们先来看哈，第一个电脑，事实上也不是讲电脑了，而就是说它是一个代表而已哈，就是处理。 资资讯用的哈，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智慧型手机，也可以啊，好，它也可以来处理资讯啊。我们说平板电脑可不可以？也可以啊。那笔记型电脑呢？也可以啊，好，所以我们这边提到的第一个通讯元件的代表电脑，好，它就是在做这个资讯处理用的，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呃智慧型手机啦、平板啦、笔电啦，甚至是什么 PDA 啦，好，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种。 好，处理资讯用的。那第二种呢，叫做终端机，它是来传送与接收资料的输出入的这个呃设备。好，那这个终端机啊，好，这个处理资料的输出输入的设备，好，它实际上是还蛮多种的。好，比方说像是呃，我们可以透过什么呢？可以透过这一个呃输出的这一个硬体元件。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所要送的资讯呢，把它送出去，啊，这是第二种，就是终端机，那第三种呢，都是通讯的这一个呃管道，那它是连接网络通讯中传送资料的电脑设备与接受资料的电脑设备之间的媒介。那基本上我在这边就把它分成两种了，哈，像是这个有线的，好，我们看得到的，哈，像这个。 电脑线、电话线啊，电话线它基本上它是用的就是，呃，双绞线，好，双绞线。那另外一种是我们家里的那个第四台啊，好，第四台它用的叫做电缆线，好，就是 cable。实际上有一些学校或者是公司的办公室啊，他们用的那个线啊比较粗哈，比那个电话线的双绞线比较粗，那个就是电缆线，好，就是一种 cable。那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光纤。 哦，用光纤，哦，像大家知道，像什么中华电信光四代，它所使用的这个通讯的这个媒介呢，就是用光纤。好，那这是有限的部分。那另外一种没有无限的呢？那典型的代表呢，基本上就是像微波，哦，微波啦，像我们现在手机上网，好，可能就是用微波的方式。好，这个未来我们在行动商务的技术上，我们会再仔细来提。OK，好，那接下来呢？ 是通讯处理机啊，通讯处理机呢，它是用来资源传送与接收资料的设备，以及提供管理网络通讯的功能啊。那此类的设备呢，像是数据机、多工器、前端机等等。啊，那我当然说明一下，像数据机，数据机就是我们以前讲的 modem 哈，那它就是在处理这个呃数位讯要数位讯号哈，跟类比讯号之间来做一个转换哈。 OK，那接下来哈还有一个叫做通讯软体啊，好，通讯软体，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说它的功能是控制资料的输入、输出以及其他通讯网络的功能啊。比方说它有什么功能呢？它可以做网络的呃控制、呃连接控制、呃传输控制、错误控制，或者是呃安全的控制。好，大致上呢，这个是啊我们提到的这个。 网络了，哈，网络的这个五大元件哈。那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哈，我们的生活当中，那这五大元件基本上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会看不见。那我们可能看见，比方说我们拿着手机，然后我们，呃，就行动上网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得见的，好。那有一些东西做一些内部的错误控制、安全控制，这是我们看不见的，好。那不管怎么讲哈，我们要来通讯，那基本上呢，就是要透过这呃五种的这个啊通讯的这个元件哈。 OK，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讲次的呃大致上的内容啊、呃，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